20.3 厘米 x 20.3 cm 正方形纸，一共需要26张纸，对折一半取线条，左右往中间线对折一半，四边折四个三角形。上下中间对折一半，往中间线折三角形，尖角往中间对折，用订书机订起来固定。第一层8张，两个花瓣合在一起订起来，注意钉在花瓣角落。重复8朵花瓣。2层8张，这层钉的里面一些，第3层4张，这层调整到底部合在一起钉上，我用了2张纸做八卦底座。底座有点太大，调小一点。把底座粘好，来组装第2层。
注意花瓣的左右紧靠外面那层，钉起来就可以了。第三层花瓣合起来定紧一些，卷一卷就完美了。最底层也可以往下卷，中间加上小莲花或珠子都可以。哇哦，不错呀！喜欢记得点赞、订阅与分享。